大堵，所以造成真的很危险。对啊，这个车了，这个地方好几次了，不看了吧？撞车了。好。这十大不是不行，咣咣就往我车上撞。这个好几次了，真的。嗯。奇怪，经常在这里撞车的。对啊，在经常撞车，大婆。啊？我的车。啊。他跟我就这么冲上来了，我怎么知道？是斯塔夫他不停啊。中国人，你说怎么办？啊？完蛋，我这个车要修的话，要治疗他也不少钱呢。对。你算啥的吗？我这个车不便宜，你修起来也不便宜。哦。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没有人员受伤嘛，这样子的。也是我，那我就把电话报保险公司。Hello。嗯。啊。OK。我记得。好嘞。好，拜拜。你现在要打你的保险公司。啊，跟他讲一下。跟他讲我们撞车了。麻烦你了哈。我们都有保险的。我们等你哈，你慢慢的。哼，咁都会撞嘅。现在我把他这个东西先照下来，前面先照下来。给他那个保险给照下来。照，我现在就是这样子讲。我也再问一下我的保险公司。嗯。他这个车从哪？从这边过来啊？他应该有 stop sign 啊。就是有 stop sign。要是没有 stop sign 的话，就变成我的车了。对啊，应该。stop sign 他不停，我都走到一半了。哦。他还 stop sign。奇怪哦，他有那个这个 stop sign 都冲过来。啊，奇怪。那。好容易判嘅啫，嗰边啊冇 stop sign 嘅，系呢边有 stop sign 嘅，咁所以咧呢部黄色嘅车咧就应该系冇走鸡噶啦。不过大家都华人，好商量啦、啊，双方都是华人，大家好商量。不过就啊也要等警察来了。哇，都撞得好紧要噶噃！嗱，果不其然，哇，真系暴雨嚟，真系雷暴嚟，依家系6:30啊！先头4:00嗰阵话，啊嗰啲人差唔多5:00嘅人话，呢个咩啦吓，5:00有落雨啊，点知依家系6:30啦，果然好猛啊，哇风好大。哇，系乌云滚滚啊，白拎白浪啊。咦，好大风啊！啊，撞车，警察仲未嚟哦，成20分钟有啦，警察仲未嚟，好伤啊！哇，咦，好犀利！好猛風啊，哇果然是喎、哦、
真係冇錯㗎，所以咧嗰先頭嗰啲地攤老闆咧就佢話睇天氣預報嚟做嘢㗎嘛，咁啊。搞定了，不用等警察。啊，没有受伤，他不来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受伤，他，哎，不用，他不紧张了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受伤，不来。人家是互相报了保险公司。哦。这个走到哪都是他全责。对对。保险公司说他们是主犯。对对对对，应该是了，没有。啊、都是中国人，就好说了。哎，不要紧了，有保险了。保险费。哎，好了。走啦，唉，唔等警察啦，唉，大家傾掂，報保險公司就係啦。哇，睇下個天，果然係啊，哇，梗係好大場雨啦，唔使講啊。咦，好大。